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n 的话是一个三位数了，那百位数是 a， 十位数是 b， 个位数是 c 的，然后这个哈又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，哦，十位数、百位数、十位数、百位数。好，那么他问说 n 的最大可能值为何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 n 啊哈等于多少？就等于那个100 a 啊。哦 ，a 是百位数嘛，加上多少呢？十 b， 再加上 c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哈，这个十位数有 a b a c b c， 哦，有两个 c 啊，然后呢两个 b， 两个 a 啊，所以它有呢两个哈 ，a 加 b 加 c， 啊每个都是十位数，所以乘以十。它加多少呢？个位数，个位数有 b a c a c b 啊，哦，这个的话也是有两个 b， 然后两个 a， 两个 c， 哦，两个呢 a 加 b 加 c 啊，所以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 a 加 b 加 c 可以抽出来的，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22。二十嘛，二，所以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哈，22 a 乘以 a 加 b 加 c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哈，这个哈，这个数啊哈，它有什么因素呢？有那个11的因素了，就11哈，它是 a b c 的因素，然后2的话哈。也是呢 ，ABC 的因素了，所以哈，它这个 C 的话一定是偶数，哦，因为2可以整除这个数，所以这个数是偶数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 A 加 B 哈，加 C 的话，可以整除呢 ABC 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那我们就知道说哈。这个它是11的因素嘛，那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说哈，这两个相加减 b 哈，可以被11整除了，叫 a 加 c 哈，等于 a 加 c 减 b 哈，它可以被11整除，我叫做11 k 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k 的范围 ，k 的话哈，这个最大多少？这个最大是那个9，哦，9加9是8， AB 是最小是1啊，哦，因为这个什么，这个 ABC 哈，哦，都不能等于零，哦，因为这个十位数不能等于零，哦，这个有十位数嘛，哦，这个都 ABC 都不能等于零，好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17，哦，所以哈，哦，这个多少？这个它是。小于多少啊？小于等于多少？这个最大是8嘛，是8减这个最小是1嘛，小于等于17啊。啊，大于等于多少？大于等于这个最小多少？最小11嘛，11这个最大是9，所以是2减9是负7啊，负7。那也就是说哈，这个 k 啊 ，k 它是小于等于11分之17。大于等于11分之-7啊，哦，所以这个 k 哈，哦，它是小于等于1，大于等于0，所以 k 只能是1跟0的。好，那 k 只能是1跟0的话哈，哦，就 k 啊，哦，等于那个0或1了哈，把它写在这里。好，那你当你 k 等于0的时候 ，k 等于0的时候了，我们来讨论。当你 k 等于0的时候，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方程式啊，这个还可以立一个方程式，100减22多少？100哈减22的话，这个是等于8，那这个多少？78吧，哦，78哈，78a， 那加多少呢？10b 啊，10b 减22，所以是负12。
减十二 b， 那再来多少呢？再来那个 c 哈，减掉二十二 c 是负二十一 c， 等于零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除以三，哦，三二得六，三六是八，三四十二，三七二十一，等于零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得到一个连立方成组，就二十六 a 啊，减掉四 b， 或者我把再把它重写好了，就是说哈，连立方成组的话 ，a 减 b 加 c 等于零，啊，这是二十六 a 减四 b 减七 c 等于零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呢得出 a 比 b 比 c 来。啊，这样的话哈 ，a 比 b 比 c 都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行列式啊。负一，一，负四，负七，比多少呢？比这个行列是一负七，一二十六，再比多少呢？比这个行列是一二十六，啊，负一，负四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是七嘛？哦，七，七，它加多少？加四，十一啊，以上多少呢？这个减这个，二十六加七，十三，三十三。那比上多少？这个是负四加上二十六，那这是二十二，所以就得到哈，这个 a 比 b 比 c 哈是一比三比二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 ，ABC 哈 ，ABC 哈，有可能什么呢？有可能是132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哈，我把这个哈除以什么哈？除以那个22，好，因为这个 ABC 一定可以被22乘除嘛，哦，这个关系式是由这里得到的，所以这个它一定可以被22乘除。那除完以后是不是等于呢？这三个数相加，我们看看哈，132了哈。我给它除以22，这多少呢？6212了，积6243，没错，就是6嘛，这加起来是6，所以这个数字是符合的。好，那再给它来乘以2，哦，两倍，就264，看合不合。264的话，哈，264，我给它除以22，等于多少？12。哦，这个22乘以12，这个12呢刚好是这个把它加起来，全部加起来刚好是12，所以这个也是符合的，哦，这个数字也是对的。那乘以3的话是396，这个等于22乘以多少呢？是不是18？你看看啊，396啊，除以22，刚好等于18，哦，这18就是这三个数加起来，所以这个也是对的。好，那因为他要问最大，所以这个是最大。不过我们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说 k 等于1的时候，那 k 等于1的时候的话，所以现在我们得到三个数字都合了，那其中这个是比较大，哦，这个答案可能是他的那个答案。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，就是说 k 等于1的时候， k 等于1的时候的话，这个时候的话，这里的话呢要改一下，哦，这要改一下，就 a 加 c 啊减 b 等于11啊，哦，就 a 减 b 加 c 是11，这要改一下，改成11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有没有哈，这个符合条件的乘数解。我现在把 c 的话把它移过去哈，那就 a 减 b 等于11减 c 啊，那是26
A 哈减四 B 等于七 C。好，那我现在哈给它乘以四哈，乘以四减上去，二十六减四是二十二，二十二 A 哈，那就消掉，等于多少呢？七 C 减掉负四 C 就是等于十一 C 啊，再减掉四十四，可以约掉十一，这是二。约掉十一，约掉十一是四，也就是说哈，二 a 等于多少呢 ？c 减四，那 c 是偶数嘛，那 c 不能等于零，所以 c 它只能多少呢？只能是六啊跟八，哦，只有这两种可能。那 c 是六跟八的话，那这个一减起来的话就是二跟什么？这个叫二跟呢四，那把它除以二以后就是一跟二。这时候 A 等于多少呢？一啊跟二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看看了，那 B 呢 ？B 的话是多少 ？B 是等于那个，十一加 A 哈 ，B 过去嘛，哦 A 加 C， 没有 ，B 过去的话应该是 A 加 C 减十一，哦 B 的话是 A 加 C 减十一 ，A 加 C。减十一啊，那 A 加 C 的话呢，两种可能七，啊或者什么，或者是十、啊。好啊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是七减十一的话，这个就小于零了。啊，十减十一也是等于负一，也是小的，所以不合啦。哦 ，B 的话不合，也就是说 K 如果等于一的话，那么 B 它就是负数。哦，但是 B 是大于零的。所以是不合，也就是说只有这三组解，哦，最终的结论就是只有这三组解，哦，三组解满足了这个条件，那其中最大的一组的话，哦，是396，所以答案是396。